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陶乐 B。今天继续来玩这个 PS 版的《洛克人一》。好，那我们要从这个威力博士开始来玩哦，这是最后的关卡。那我们上次打败这六大魔王哦，一代只有六个魔王哦。OK， 那今天就来挑战最后的关卡、哦，也算是蛮难的部分哦。好，来吧，这是一代的威力博士。好，那他就坐着他的小飞碟要前往他的所在处。OK， 然后一代没有把那个威力层给秀出来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先调整成这个雪人的武器，把这个大脚怪给冰冻起来哦。好，那冰冻这个大脚怪要趁他跳高高的时候把它冰起来，把它冻住。有时候运气，看他就不跳高，他就矮矮的跳。那我等一下等他跳高。算了，那我们直接用这个 M 射线来通过他好了。好，那这边换成这个气力人的气力手套来搬石头。好，那这边注意一下喽，我们要把这个火焰给冻结。我要抓个时机哦，等一下这样过不去。等等，等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OK， 好，趁现在。好，这雪人的武器其实蛮好用的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再换成，等一下，这一代在交换武器的时候有点麻烦。好，那换成闪电人的武器哦，这个电气人的武器。好，直接把这个小小的跳跳怪一次给解决掉。好，再换成我们的气力手套，把这些石头给搬开，然后我们往下走咯。好，这些关卡基本上都要注意哦，一不小心就会死掉。好，这个炸弹我们小心的通过。 OK， 赶快过。好，我们下来咯。好，这个又是一个啊，干，又是一个很讨厌的东西哦，就是要你也可以自己跳过去，但是我们利用这个 M 射线来当我们的平台，会比较安全一点点。好，赶快上来。好，这边就要靠 M 射线做踏板来通关哦。OK， 你看，滑下来，靠呀，射太高。啊，顺便再吃一下这个补能源的好了。好，再次。好，比特鸟在那边指引方向哦，超废的。OK， 那我们算一下这个距离，搭成一个楼梯，直接这样跳上来。这 M 踏板是很好用的一个特务。好，换成这个闪电哦，我们要来对付这个第一关的魔王，黄色恶魔，经典的经典的这个敌人哦，大魔王，敌人魔王 ，OK， 很讨厌啊，经典的魔王啊，他对很多人来说是。心中的痛、啊、因为很不好打。OK， 好，等一下。OK， 然后他眼睛出现的位置啊，又是随机的哦。好，他怕电哦，我们是使用电来把他给干掉。好，赢了！打败这个超机车的黄色恶魔。好，OK， 那我们继续玩下一关。好，那这一关要注意啦。
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洛克人一代啊，在玩的时候那个地板都特别的滑，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，就很机车、啊，不是冰人的关卡的普通地板都有点滑的感觉，干。喂，你看地板超滑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妈的！好，这分数球没什么用。好，我们继续前进。好，吃一下。好，换成闪电。等一下，先换成 M 射线。这个可以。哎呀！好，剪刀人哦，我们直接用这个洛克弹打他就好了。这边也没有石头可以抓，所以直接用洛克弹给他。好，这边算是八大魔王的逆袭战，就六大魔王的逆袭战了，就是传统的那种魔王逆袭战的部分了。啊，这一代刚好只有六个，所以算是六大魔王的逆袭战了。好，这不要吃，小心，不要贪吃。很容易掉下去，这超滑的。好，你看，好，等一下、哦，来打这个电器人，我们直接用剪刀就把它干掉了。好，打完两只魔王。哦，哎呦，干！我想补一下我的 M 射线。哇哦！卖脑卖脑，不要再来砍！我靠，很机车哎、欸！好，好，这边有来回单眼怪哦，我们把它干掉。不然下不去了。哦，大补帅哦！换成这个火焰，哎，干！好，等一下，来回单眼怪，弄死你！好，又是啊，干！好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哦，那边有一个补能源的、哦，想去吃。我补一下我的这个 M 射线。哎呦，妈的，好有点难。看，给不给吃啊？妈的！啊，靠靠靠！打到一下就掉下来。可恶！哦，赶快回来。OK。好，火焰，赶快溜！好，打复制洛克人哦。这个很经典的一个关卡，复制洛克人，他是一个假的洛克人哦。我们使用那个闪电 K 他，闪电射线。他会模仿你所有动作。机车的是，他碰到你，他不会损血；你碰到他会损血啊。好，赢了，打败这个复制洛克人。好，我们过关。好，来到下一关。好，这一关也是要特别注意啦。哦，这是一个水道的关卡，这边有很多来回单眼怪。干！好，补一下我们的 M 射线。哦，补血帅。
OK OK， 太好了。好，水冲过来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这边会有这个水带着我们前进的动力。哎呦，看。好，这边会有很多企鹅哦。干干干！好，一直给我这个分数球有什么用啊？好，继续吃，给点其他东西吧。好的，好，补血。好，现在是这个炸弹哦，小心，不要靠太近。啊，看，好，要来，哎呀，好，最后一个要来打王了。CW01P 哦，净化器，水质净化器。总共有七个，要把它干掉。好，就用石头砸它哦。OK， 后面的越来越快。OK， 赢了。好，打败这个 CW01P 水质净化器哦。OK， 好，这最后一个关卡啦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调整一下我的摇杆，干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 ，OK，OK，、OK, OK, 好，从这边开始哦。好，这边会有放电的怪物。OK， 那这个我们利用 M 射线直接吃就好了。好，换回洛克弹，上面有那个气力人的模型，有没有看到？靠腰。好，点下喽。很烦呢，这个。好，要注意了，要注意了，这边要换成这个 M 射线，我们要利用 M 射线来过这里。然后我们现在要专心一下，等这个平台过来。这在气人那一关有看过，好，这边赶快用，对。好，那这里我们直接射到这里来，然后慢慢来。等那个平台再过来，我们要去吃那个一个很重要的全补哦，武器加血都一起补。等一下，回血。好，用 M 射线。等一下，等等等等，等这过去啊。好 ，OK， 赶快过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完成了这边哦，拿到了那个全补哦。好，这里就要再接着打六大魔王逆袭战的另外四只。好，这是炸弹人，我们用火焰烧它。OK， 赢了。好，那再回到这里就可以再上来了。好，火焰人，我们用雪人的武器、冰人的武器弄它。OK， 赢了。好，再继续上来。好，这是冰人，我们使用闪电，很快就可以把它干掉了。好，直接上来。好，气力人，气力人用炸弹炸他哦。哦，炸弹要等他炸开。OK， 赢了。好，上来了，要来打最后的大魔头，我们的威力博士哦。
好，我补一下我们的特务，补闪电好了，随便，现在应该都还够用。好，换成火焰哦，我们要来打威力博士啦！威力博士的第一形态，这一代有两个形态哦。好，来打他的第一形态。好，用火焰打很快，很快，很快。OK， 他又哦补血了，变第二形态。好，接着用闪电打他的弱点。OK， 打了个弱点。好，最后的威力博士，没有特别困难了、哦，抓准节奏，用闪电电他弱点。OK， 赢了。好，那一代就这样破台啦，跪地求饶。好，威力博士跪地求饶了。经典的一代，我也破台了。哦，这代真的很难哦，在关卡上面我也练习了一段时间哦，中间死了无数次哦。OK， 然后这一次算是比较玩的比较好一点点哦，没有死掉这样。好，那这就是破台的片尾啊 ，PS 版的。那这个版本基本上是算是当时 PS 的复刻版哦，所以它不是特别的去强化那个画面的重置。它是把它移植过来，所以它整个画面基本上还是任天堂的风格，只是在音乐上面它有做一些强化，因为你知道 PS 也是用 CD 来承载这个游戏的，所以它的容量大一点。那用光碟片啊，那它的容量大一点，它就是可以使用这个比较高阶的音乐哦，所以可以看到 PS 版的音乐大致上。都来的表现的都比这个任天堂版的了来的好、哦，但画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进步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洛克人，他原本是家用机器人嘛，他把他的战斗装脱掉了，然后变成一个可爱的小男生哦，正在这个路奔跑，然后往回家的路奔跑。啊，那这边都是一些工作人员的一些名字哦，有兴趣可以自己看。那我们来看洛克人奔跑，好，回到罗路跟莱特博士的这个地方哦，回家了。好，由卡普空制作的洛克人一代，那这个是 PS 独有的片尾 ，PS 版的片尾。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那这边是关卡的回顾啦。那可以看到一些跟之前的5432都一样哦。那我等于说是把整个 PS 版的都玩过一遍哦，12345都玩过一遍了、哦。那原主洛克人系列我基本上这样就等于说是都跑过一遍给大家看了。那玩的不好就大家见谅啊。因为毕竟我不是什么动作游戏的高手哦，就只是爱玩而已哦。但还能过关啊，也不至于到烂到过不了关。好，那这边都是关卡的回顾哦。那 PS 版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你可以调整难易度，所以。如果、啊、你有这种动作游戏苦手的玩家哦，你来玩 PS 版是蛮适合的，就像我一样哦。尤其在前三代，就一二三这个是真的特别特别的困难哦，它的难度我觉得真的有一点整人哦。所以在这个比较难的状态下哦，用 PS 版来玩其实是蛮刚好的。但还是得练一下，因为一代这个部分哦，还是蛮难的。我在玩雪人那一关，还有那个气人那一关哦，在跳的时候还是很痛苦。好，那大致上是这样啦。这一代，因为也比较阳春哦，没什么好讲的，就真的就是最原始的那一代，它的隐藏要素啦，还有一些
东西都比较少一点，包含他的魔王也只有6个，所以觉得比较少一点哦。洛克人系列一直到二代才开始有8个魔王哦，奠定八大魔王的基础是从二代开始哦。好，那一代我们就这样也破台了，那就实况到这里啦。那这个就先这样啦。好，那今天的实况到这里啦，跟各位说拜拜。